安全並面對現時威脅，數量減少。聯合國去年年底喺烏克蘭嘅壓力之下，通過訂立世界公約，希望大家多啲關注活動。自由民主啊，係一個熱愛民主嘅國。咁你即係冇見到佢殺人？咁佢明明踎喺死者側邊噶嘛，仲偷埋命銀包。我問你有冇睇到佢殺人啊？有冇？